想不到有一天妖怪手表竟然……奇怪，怎么不见了？妖怪手表消失了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？我们得赶快去把它找出来。是要去哪里找呢？娘，为了顺利找回妖怪手表，他们竟然来到了过去的世界。不过等待着他们的却是……他们是什么东西啊？只要有妖怪手表的话，你们到底是谁？命运的相会现在即将正式揭晓。妖怪手表诞生的故事，究竟妖怪手表落在何方呢？妖怪手表第500诞生的秘密。